请皇上开恩呐。杨贵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皇上，家兄一向爱民如子，守正不阿，他又怎会杀害赵府父子？望皇上明察。这件事情朕已经查明白了，曹景谦杀人放火这事已铁证如山，更有当日更夫亲眼所见曹氏兄弟在火场外殴斗，亲耳所听曹景修怒责曹景谦不该放火杀人。二哥的他竟然做出这样的事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的。人心难测，海水难量啊。他与你们分别了这么多年，如今他是个怎样的人，你们又怎能知道？也许我并不知道二哥的为人，但我不会不清楚大哥的秉性，他绝对不会跟此案有关。当日刑部受理此案之时，曹景修矢口否认当日他怒责曹景谦杀人放火之事，如今曹景谦杀人之事已铁证如山，他还以一孤行，朕只有治他共谋之罪，别无他法。皇上，既然更夫也说大哥指责二哥杀人，那皇上又岂能判他是共谋？他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他而死，曹景修明明知道其弟罪行累累，还一孤行包庇他，他现在不知悔改，朕如不严惩，如何面对受害百姓？皇上，爱妃，朕知道曹景修为官正直，刚正不阿，如今他如果肯指证曹景谦杀人之事，朕可以饶他一死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大哥他一向世母之孝，不可能做出让娘亲伤心的事。杀吧，该杀呀。到如此的地步，娘，虽然孩儿愧疚的就是再也不能服侍在娘亲左右颐养万年，这一切都是您造成的。如果不是您吵着要把我送官，根本就没有人会知道这些是我干的，都是你害得我人头落地，还有你一直以来不管我干什么你都支持我鼓励我，让我以为我做什么都行，原来还有国舅爷不能摆平的事情。如果你早点告诉我，我便不会笨的连这些事情都干得出来。闭嘴，到现在你还在怪别人，要怪就怪你自己，多行不义死有余辜。你才死有余辜呢，当初让我流落在外吃尽了苦头，你不说为我叫屈，如今你却为一些无关痛痒的人叫屈，让我跟他们陪葬。你们不要再吵了，都是娘的错呀。娘，我不是个好娘，才让你们遭到这横祸。儿子啊，婆婆不要哭，这是天意。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啊，
谁能救救我呀？处决的时辰马上就要到了。虽然曹景谦是死有余辜，可是曹景修他，愚忠误国，愚孝误人。曹景修他自己被自己的愚孝害死的。参见皇上。怎么，兰贵妃还在殿外等候吗？贵妃娘娘已经跪了差不多两个时辰了。时辰到了，行刑！别杀了！刀下留人！奉皇上口谕，犯人曹景修、曹景谦先行关押天牢，再行断定。好，哎，哥，我们不用死了。哥，我们不用死了。按四位仙家刚才所说，八仙归位就是为了东渡东海，摘取灵药，以解东海百姓免受瘟疫之苦。真是。皇上如若有所怀疑的话，能够驾驭祥云从天而降，不是神仙是什么？只是曹景修他真的是八仙之一吗？没错，眼下他尚未点化，只要一经点化，他就会立即成仙的。皇上，如果你将曹景修正法，那么八仙就归不了位，那东海一带的难民就会遭殃了。是啊，其实曹景修最多是犯了是非不分、包庇纵容、徇私枉法之罪，罪不至死，还请皇上宽宏大量。你们说，如果朕的龙袍被弄脏了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可惜啊？当然可惜了。如果朕把你的衣服弄脏了，你又如何呢？这就……其实啊，龙袍也好，布衣也好，都不该被别人随便弄脏的。四位仙家要朕重东海百姓，倾昭家三口，任凭凶手逍遥法外，这个……皇上，你说的言之有理啊。不过，如果这个不放了曹景谦，那曹景修就会宁死不从。我们也是逼不得已，请皇上法外施恩。如果朕是个暴君的话，你们起兵讨伐便会生灵涂炭，如果置之不理呢，便会民不聊生，你们如何是好啊？朕知道这是个两难的问题，朕并非指四位仙家要求无理，只是四位仙家重的是东海百姓，而朕管的却是天下万民。国之命如人之命，人之命在于元气，而国之命在于人心，法不张，人心背啊。本王也知道四位仙家是为民请命，可皇上也是义不容辞的。这样吧，四位仙家要是能够让曹景修说出真相的话，皇上或可免其一死。曹景修既是八仙之一，要救人，他也该尽自己的一份力才是。湘子，景修与你都是八仙之一，你们又是至交，你一定要救救他们呀。老夫人请放心，在公在私，湘子都会尽力的。两位大哥，你们跟曹夫人认识的吗？妾身在尚未嫁入曹家之前，跟两位仙家有过一面之缘，经他们的点化以后，妾身明白要找一个安身之所，所以辗转来了曹家。既然曹夫人已经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，我和汉钟离也祝愿你永远幸福，不用再四处奔波了。谢谢。
相子，皇上虽然贵为天子，但也毕竟是个凡人。你们是仙家，请他卖个面子，把我那两个孩子给救了吧。老夫人，天子受命于天，乃玉帝亲许掌管凡间，纵是仙家也不得多加干涉，否则会遭惩罚。老夫人请放心，湘子已经说服皇上准许探望景修兄，只要他肯说出真相，即可保他一命。景修兄，你怎么样？湘子兄，你回来了，可我就快要走了。想不到短短几天就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。我也想不到，从一个刑部小官到当朝国舅，从云端到深渊，转眼间好像一生一世，真实的像假的一样。当日我先跟小云在一起，后来又跟燕彩在一起，接着没多久却又与燕彩分开，其中的感受与你无异。那我们算是同病相怜了。景修兄，现在不是我们顾影自怜的时候啊！当日我突然离去，就是因为发现你是八仙之一，所以呢，我就去找其他的仙家来跟你会合。谁知中途遇上一直与我们为敌的花龙太子，我不幸被擒，被他囚入东海死穴，所以才导致这么多的事情啊！湘子兄，你是越说越玄了。真的，你听我跟你说。铁拐李他们所说的结界，停下来吧。你想停下来自然就会停下来。我就是停不下来才叫你帮忙的嘛。那是因为你不想停下来所以停不下来，如果你真的想停下来便会停下来的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快让我停下来，我快要晕了。你的天眼之前一直不能使用，这是你一心只想着燕彩，没有想着你要做的事情，也没有想着你要帮忙的人。刚才你被花龙打晕，以至于你的脑海一片清白，不但天眼开了，而且你还看见了曹景修的一切。法从缘生，意从缘灭，一切诸法皆为空。法从缘生，意从缘灭，一切诸法皆为空无。我明白了。你终于开窍了。太白金星前辈，如今景修兄有危险，你快帮我去救他吧。哎呀，曹景修，百姓孝为先，只是他被亲情所蒙蔽，只问亲情不为对错，以至于误人误己。这是他的念，如果他不从中悟出道理，谁也救不了他。可是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纵然你帮不上忙，那就帮我离开这里好吗？哎呀，你的天眼已开，不用我帮忙你也可以解困。Thank you.
锦绣，你还身负重责，你不能够死。我为官不能守法，为人子不能尽孝，你让我当神仙，我配吗？天意如此，其实一切都是你弟弟所为，与你无关。那皇上他已经答应了，只要你肯说出真相的话，皇上就可以免你一死了。你知道吗？我说出事实的真相，就是指证我弟弟放火杀人。其实他的恶行早已铁证如山，纵使你不指证他，他也难逃一死。你为何还要如此固执呢？当年弟弟不见了，娘亲三个月不眠不休，翻山涉水地找寻他的下落，每逢碰见陌生人就会去问有没有见过景谦。结果娘病了，病得连床都下不了。可是有一天他就忽然不见了。他去找你弟弟，他跪在佛堂里忏悔，一直不停地磕头忏悔。你娘亲愧疚不安，你当时有没有安慰和开解他呢？当时他自己在梦中，这是娘亲的心魔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还有谁能开解他？自从跟景谦重逢之后，无论他犯什么错，娘亲一直视而不见，真的不能视若无睹的时候，娘亲都说是他的错，是我们的错。娘亲一直在怪责自己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原来你娘亲一直很内疚，担心万一指证你弟弟的话，就觉得是他的错，是他害死了自己的儿子。无论如何，我不能再让娘亲伤心，杀人偿命，他的错我也难辞其咎。不如就由我来抵命吧。锦绣，湘子兄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请你不要再劝我了，好吗？百善孝为先，论心不论事，论事天下无孝子。曹景修明知不能为而为之，结果只会害己害人呢。他就像我从前一样，我曾经对你执迷不悟，如今又对燕彩执迷不悟。太白金星前辈借我天眼，就是要我从曹景修的身上看到我自己的无名执着。原来当日太白金星要你独自上京，说这是因果，时候到了便可成事，不需要旁人插手。他是要你从曹景修这一劫中顿悟啊。我的这番顿悟是看到了景修的执迷不悟，只有待他自己醒悟了，才能够救他自己。虽然此事对我们来说是一大难关，但是你已经有所得，应该高兴才是啊。悟是悟了，可是知易行难。我很清楚如今我还是心系燕彩，如果我和他的缘分一天不能够化解的话，我相信我还是无法一心成仙。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一定可以做到。你们怎么样，有没有办法使曹景修改变初衷？太白金星已经说了要他自己有所醒悟才行，我们空自着急也是于事无补。我们担忧的不只是这个问题，他能悟到与否我们当然无能为力，可是我担心会有另外的阻力。花龙曾经在此出现，起初我以为他是冲着我来的，可是自从我被他困于龙穴之后，一直都没有见过他。我在想他会不会另有图谋啊？难道他也知道曹景修是八仙之一啊？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我现在担心的不是曹景修，而是他的妻子小心。啊，是他的真正身份。当日吕岩因为白牡丹之死变得杀心太重，所以我们就为了让他醒悟，便设下了一个骗局，让他以为自己杀了人。哦，原来那个时候你们串通了一个小仙，让吕岩追杀他，那小仙就是小心。没错，他本是犯了天规的灯心小仙，如今却变成了曹锦修的妻子，情况的确耐人寻味。锦修曾经说过是他把曹锦谦给带回来的，老夫人感激之余就把他留在府中，之后就由皇上赐婚了。曹景谦落得如此下场，曹景修难辞其咎。
但小心带他回曹家，会不会只是要他们一家团聚这么简单呢？如果不是那么简单的话，那背后一定另有主谋，要不然小心不会干出这种事情的。啊，难道他跟花龙有所勾结？韩大哥，如今小心已经是曹夫人了，我们可不能妄加断语，万一错了的话，那曹锦修就不会再听我们的话了。看来现在我们还是以不变应万变，静观其变吧。听到没有？婆婆，你不要伤心了，会伤身子的。如今我两个儿子都快要死了，我还有什么顾忌的？我宁愿跟他们一块死。婆婆，你不要这么说，如果你媳妇也就跟着你一起去。你真是我的好媳妇，可惜锦绣她没这个福分跟你白头到老，这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呀。媳妇福薄，不能够为曹家添一子半女继续相登，相公便要死了。那事到如今，我们只有找一下韩湘子，看看他和锦绣的情谊，和其他的几个仙家，求求皇上放过他们兄弟俩。我看他们也无能为力，他们是仙家呢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他们不是说了吗，纵然是仙家也不敢触怒皇上，何况这次皇上要严惩相公和二叔，他们又能怎么办呢？纵然他们能够说服相公去指证二叔，也只能救相公一个人，二叔他是救不了了。天哪，你怎么这么残忍呢？当年我求你不要夺走我的相公，最终你还是把我的相公夺走了，我又求你把我失散的儿子还给我，你是给了我的，可现在你又把他夺走了。只有锦绣是你留在我身边唯一的亲人，现在你又要把他夺走。老天，你对我们家太不公平了。婆婆，你伤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我看现在能够救相公他们的只有靠我们自己。他们是仙家都没有办法，我们女人家家的又能怎么样呢？我看相公的上司陆尚书是个唯利是图的人，如果我们能够投其所好，说不定啊他能够救相公他们俩。那也只有这样了。嗯，事到如今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，只能赌一把。这茶真是香气扑鼻呀，看来尚书大人对品茶可是个大行家呀。还是老夫人有见地呀，本官曾将这蒙顶甘露让国舅爷品尝，可惜呀他似乎不甚欣赏。大人误会了，我那个儿子啊性格内向，就是喜欢的东西他也不会表示什么的。哦，原来龙生龙凤生凤，老鼠生儿也未必会打地洞。哎呀呀，真是一娘生九种，种种有别呀。我这个儿子就是这样子，你看我给他娶了这个媳妇儿，他也是这样，遇到事情也就是点点头而已呀。德蒙大人宴请，这是早前相公吩咐妾身准备的回礼。嗯，宴请？上次不过是清茶数杯，何须回礼这般隆重啊？这是礼数，小儿一直蒙大人的关照，这是他的福气呀。虽然他今天遇了难，如果大人一直关照他，我相信他定会度过此劫的。
老夫人言重了，当下国舅爷位高权重，何须本官照顾？今日本官更是照顾不来，还请老夫人收回。哎呦，大人干嘛这么说呢？如果没有大人，哪有小儿的今天呢？您一定要收下。哎，老夫人诧异，国舅爷之所以有今天，与本官全然无关，老夫人莫要误会啊。哦，老身说错了，老身应该说，如果没有大人的关照，就没有锦修他们兄弟俩了，还请大人关照啊。老夫人不要说笑了，纵使前面有千百个锦盒，老夫人这顶高帽子本官也还是没有胆量戴下去的。钱是人之胆，这不过是给大人壮壮胆罢了。这是皇上娶我女儿的聘礼，是波斯贡品。哎呀，可兄弟俩这桩案子，要他们兄弟俩死，可是皇上啊。只要大人成全，妾身保证，大人不单胆如斗大，而且会浑身是胆。话已至此，我们就不必拐弯抹角了。皇上把这宗案子盯紧了，要让我们兄弟俩脱罪那是不可能的，但是要让他们活命，本官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不过此法要冒大险，所以只要能救救我那两个苦命的儿子，黄金万两，碧玉十块，还有其他的金银珠宝，皇上给的礼品值多少钱，我想大人不会不知道吧。罪之身呢，逃狱指挥罪加一等，走，跟我回去。我说你这人脑袋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们都要人头落地了，罪加一等也是死，你是不是想要我回去送死啊？世事人人，我们已经罪犯滔天，怎么可能一错再错呢？我最大的错就是认了你这个死心眼的大哥，本来以为我可以跟你享受荣华富贵，谁知道没快活两天便要人头落地，早知如此我还不如不回来呢。尚书，我们不是存心越狱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是被什么人带来的。那些都是我的人。你为什么要救我们？救你们？我来杀你们！曹景修啊，曹景修，之前我三番两次的笼络你，可是你不但不领情，反倒想把我逼上绝路。幸好我命不该绝。本来我想乘着曹景谦犯下大罪，向八贤王举报你包庇弟弟恶行，便可以把你铲除。谁知皇上
却突然改变了主意。你是怕皇上最终难以赐我一死，就派人假意劫狱，让我名正言顺把我们杀了。本来我还在等待这个机会，可是你娘却亲自把这个机会给我送上门来了。娘亲，你对我娘做了什么？你娘拿着金银财宝来求我，放你们一条生路，我便顺水推舟，等我把你们解决了，就把劫狱的罪名加在他的头上，再斩草除根。我真是让你给害死了，你得罪了人家关我什么事啊？我还得给你陪葬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找死啊？你就不能和别人一样酒色财气吃喝玩乐啊？你就不能想想怎么发财啊？好一对兄弟，给我杀！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。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其实呢，我们一直在暗中监视你的夫人，知道她跟你娘亲贿赂陆尚书，本来想看他们有什么阴谋，谁知突生巨变，我又出手了。你们在监视小心。锦千，锦千，锦千，锦千。嗯。哟，我。陆尚书果然守信用啊。锦修呢？你还说，要不是你去贿赂那个陆尚书，我怎么可能差点死在他的手里？他可是答应我的，只要我给他金银财宝，他就能救你们。他在骗我。金银财宝？这些都是金银财宝吗？快给我！哎，你都回来了，还要这干什么？我把那个陆尚书杀了，我回来就是想拿些盘缠离开这里，快把这些金银财宝给我！怎么，你又杀人了？那有什么奇怪的？我不杀他，我能回来吗？哎呀，别唠唠叨叨的，快给我吧！你是我的儿子，怎么变得像个恶魔啊？你又杀人了。难道你就没有一点良心吗？什么良心不良心的？那个姓昭的害了我的姻缘，那个姓陆的想要我的命，他们都在破坏我的幸福。娘亲，你不是一直在说幸福要靠自己来造就，不能让别人来破坏的吗？我错了。锦千，你快去自首吧。啊，什么？到现在你还跟我说这样的话？你是不是也想破坏我的幸福？啊，这不是福，这是祸。你哥哥说的对，你不能一错再错了。废话，快给我拿来！你拿来，拿来，给我拿过来！快点把它给我！你快放手！快点给我！快点放手啊你！娘，娘，娘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，娘？
娘亲，娘，我是锦绣啊。锦绣，锦绣，娘，娘，娘错了。我以为他需要什么，我就给他什么。我亲手造就了一个祸害出来。什么？娘，这是景谦干的。娘，娘，你不要说话，我给你找大夫去。错了，姐夫代见。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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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。娘，娘亲，娘，为什么你连娘都要杀掉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回来想拿点盘缠，结果谁知道他不给我，我一失手才杀了他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要什么娘亲就给你什么，如今连命都给你拿去了。大哥，你别杀我，我不想死。大哥，我错了。这是娘亲给你最后的交代，错了，你就要付出代价。住手！锦绣，杀人抵命，你也是一样的，别为了一时之气一错再错啊。是啊，你切不可杀人，否则就成不了仙了。是啊，娘亲的命我要用她的命来抵偿。曹景修啊，曹景修，你做人不知道本着良心，做官不知道善待百姓，如今连你唯一的娘亲都给你害死，你还算是什么人啊？难道你要让你的娘亲死不瞑目吗？娘，我一定让你瞑目。锦绣，你之前为了亲情徇私枉法，如今你又为了私仇罔顾法纪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你千万不可以一错再错了。你记不记得你说为官之道俯仰无愧天地，官道即是人道，你记不记得？背后搞鬼。没错，自从我的伤好了之后，我就回来暗中指使小心怂恿曹素琴行贿陆尚书，因为我知道就算曹锦修不在逃狱当中死掉，也会和曹锦谦发生冲突。果然，曹锦谦弑母，曹锦修几乎杀人，可唯独是你坏了我的好事。小心，你什么时候认识花龙的？你竟然助纣为虐。花龙是我的最爱，我当然要帮他。等等，看他目光空洞，神情木然，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。的确有点古怪，应该是被花龙控制心智。不用多说，跟他拼了！我已经为他诊治过了，他只是受刺激过度才晕倒的。不过仙凡之躯始终有别，我也吃不准他何时能醒。放心，他好歹也是仙家，应该没事的。他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
刚才从湖水中卷起的应该就是小心冰封的心，应该是有人施了藏心大法，将他心取出，然后施法冰封，再将冰封之心沉于湖底。藏心大法通常只有妖魔才会使用，施法后便不会被敌人杀死，没了心便没了良心，所有惊惧痛悔、善恶爱恨、喜怒哀乐全都没了。这仙家凡人通常每做一件事情都会被感情所左右，如果他没了良心，不管是杀人也好被杀也好，就不会感觉痛苦和害怕，所以他做的事情也就没有善恶之分。是啊，这是仙家禁用的仙法，那些妖魔本来就没有什么良心，所以施法后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刚才我们在激战之中无意中破了冰封之心冰封大法，所以小心的心就回到了他的身上，也就恢复了他的良知。刹那间，他从前所有杀人害人出卖朋友以及悔恨惊恐的感觉全都涌现了出来。小心就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，所以才会晕倒。可是花龙也是仙家，难道他真的不顾禁制对小心施展了藏心大法？华龙已落到这步田地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？是啊，华龙他被韩湘子所伤，自己不能施法，所以他就在小心身上做手脚，来控制小心，利用小心来替他做事。看来那个华龙根本不需要什么藏心大法，他早就没有良心了。没有良心的又何止是华龙一个，曹景谦又何尝不是呢？所以不管是仙家还是凡人，都是能分为好与坏的。娘，其实我早就知道景谦一直在外面仗势欺人，鱼肉百姓，可是我不愿意看见娘亲伤心，更不愿意看见我这么多年的努力换回来的就是这么一个不堪的弟弟。我一直在自欺欺人，甚至违背自己的良心。景兄啊，你如今已经醒悟，不再被亲情所困，你娘亲在天之灵也会感到安慰的。醒悟？我醒悟什么了？一个一个在我面前被我弟弟杀死，我痛苦，我愤怒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。我醒悟？我醒悟什么了？我又做了什么？血，血！锦绣，为什么我的双手都是血？为什么？你手上没有血呀，锦绣。锦绣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锦绣，你手上没有血呀、啊？锦绣，锦绣，锦绣，为什么手上有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娘，我手上都是血，为什么？望酒饮醉看人间，尘世太多苦痛，我轻摇蒲扇绿忧愁，生死掌握手中，唤仙剑斩破红尘，却磨到最时空，我道心归隐山水中，不惹一丝烦忧，吹走天上曲弦月朦胧。